我还不知道你呀，苏婉儿。你被朱丽文一脚踹了之后，分文没落着，就跑来找我来了。你这辈子啊，就只能靠在男人身上喽。这女人要是不靠男人的话，那怎么办呀？多哥哥，你想想，我们在陈家的时候要好着呢，那你说现在你不能不管我呀，要不然我就只能投太湖了。投太湖多好啊，投太湖至少还能留个全尸。我不管是被共产党还是被国民党抓了，他们都要把我剁成一块块的去喂狗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害怕了？知道找错人了吧？我知道多哥哥你有本事，要不然你也不会藏这么一所宅子，有吃有喝的呀。是，当初我给朱丽文抢房子的时候，就给自己留了这么一手，所有的钱财都埋在地底下，咱们活三辈子都没问题。多哥哥，你真厉害！女人呐，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呐。咱们靠那点钱，有什么用啊？一旦被抓，我立马完蛋。咱们得想个长远的法子。多哥哥，你盯着我干什么呀？我看看你这个女人还有没有什么用处啊？多哥哥，你有本事。你想法子吗？咱们要离开苏州，必须要去拿到那个东西，去找趟方圆，告诉他你没地儿去了，看他能不能收留你，然后顺便打探一下珍珠塔的下落。少东家，少东家。少东家，就是他。下去吧。少东家，我命好苦啊！我这辈子我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像我大表姐、二表姐那样，找个疼我、爱我的男人。可我就是找不到。朱丽文那个爱签到的，我无名无分的跟了他，他自个儿逃命去了。现在我被朱宅的人给赶了出来。苏婉儿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少东家，您就当可怜可怜我吧。您说我这一个弱女子，无依无靠的，我给您当店员，我给您端茶递水，我给您做下人，好吗？你是什么人，我们都很清楚，用不着跟我来这套。少东家，天地良心啊，我都混成这样了，我不求什么名分，您就当我是您的一个穷亲戚，来您这讨口饭吃。您家大业大的，您也不在乎多添我这双筷子吗？可是您要是您都不帮我的话，您让我怎么活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这儿不适合你，去找古多吧，他会很乐意收留你的。那个古多，我都不知道他藏哪儿去了，连梁夫人都被抓了，他能躲多久啊？
那就找一个适合你的人家。少东家，你要是不帮我的话，我怎么活呀？你闹够了没有？我这儿不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行啊，你们这是看了我走了霉运，往死里踩是吧？方圆，你给我记着，你别等我翻了身，不然有你好看。少东家，这个苏婉儿怎么稀奇古怪的？我觉得她没安什么好心。她肯定有她的目的，说不定和朱谷二人有关系。你让老彭去盯着她。嗯。瞧你这个倒霉的样子，被赶回来了。你明知道方圆不好糊弄，还偏让我去。方圆若是好糊弄，还用得着你？你平时不是挺会演的吗？那股妖里妖气的劲儿哪儿去了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方圆他是那种人吗？他能吃我这一套吗？真倒霉，受了一肚子气，你简直就没把我当人看。废！古多，你居然打我！我这么一心一意的跟着你，你说东，我从来都不敢往西。你居然打我！我不活了！你个混蛋！你个混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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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了爷爷，就得听爷爷的话。给你吃，给你穿，不是白给的，要回报，懂吗？我知道你想要镇住他。可是我所有的好话我都说尽了，方圆就是不肯接受我，那我能怎么办？我连珍珠塔的面我都见不到，你说我怎么办？难道我飞进去吗？我不管，也就是要珍珠塔，就是要拿到珍珠塔，拿不到珍珠塔你就别再回来。古多，我劝你不要做梦了。当初你在陈家的时候，就对珍珠塔贼心不死，可惜那个时候你是个酿酒的小伙计。后来，你当上稽查队队长，你是有权有势了，可你照样连珍珠塔的面儿都见不着，更何况你现在落不成这个样子，你还惦记着珍珠塔？你早干什么去了？再说了，那珍珠塔，谁都不知道它现在在哪儿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珍珠塔。珍珠塔必须是我的，听到没有？啊！我找不到，你打死我我也找不到啊！想死？想死什么？好啊，去死吧！啊！快点，一人一碗啊，谁东西都拿。哎，少东家，运来在这儿干嘛？啊，我这不是奉上面的命令把这些投降的小鬼子们送到车站，带到上海，然后从上海再转车捡回日本。好，好好干。好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您先忙。是你，
朱立文，怎么，汉奸当得不过瘾，直接改头换面当小鬼子了？不是，不是，黄老板，我只求一条生路，放我一马呗。你不觉得这是天意让我碰见你吗？如果我放了，老天会放过我们吗？方老板，方老板，我以前错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我一马。我赶上这趟火车，我什么都给你。我有房契，房契您先拿着行吗？您拿着用。你犯下的罪行，这套房契能抵得了吗？拿命偿吧。玉兰，交给你了。好，方老板，方老板。朱立文，郝队长，够下本的呀，房契都拿出来了。你可真大方！我告诉你，你犯的罪就是凌迟都不过分。房契你拿着，少来这套，走！不是，郝队长，你听我说，快走！郝队长，长官。长官，我没做坏事啊！长官，长官，饶命啊！本特派员是受南京政府的委派，前来接管苏州，首要任务就是惩治你们这些汉奸。不是，长官，不，特派员，特派员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做牛做马，不报答你的大恩大德。本特派员一向秉公办事，但是对你们这些汉奸，一概严惩不贷。不，我是冤枉的，特派员。特派员，您怎么能带这么不祥之物啊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扳指。这是商会会长杜千元送您的吧？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您是不知道他的来历啊！这扳指原来是多尔衮的，这多尔衮和孝庄皇后不清不楚的，所以他死了以后，这顺治帝就让人毁墓挖坟，把这个东西就收到宫里边了。后来慈禧又把他赏给了心腹太监安德海，这安德海出宫南下的时候，给皇帝办龙袍，但是那会儿这太监出了紫禁城，那是违背清朝律律的。所以他刚一到山东，就被山东巡抚丁宝桢给拿下了，当场就处决了。所以这个东西就被视为不祥之物，束之高阁了。继续说。哎，那个杜千元啊，我是最熟悉不过了。他原来就是在北洋政府里边当官，经常去琉璃厂，就花些小钱买这些太监从宫里边拿出来的东西。他本人也不识货呀，经常打了眼，要不谁能买这么晦气的东西啊？特派员，他是不是还送您一对明代成化年间的斗彩花鸟杯？那是乾隆年间的仿制品，更不值钱。您要是喜欢那些古董的话，我家倒是有一对鸡缸杯，正宗的成化造。哎，还有一个宋代的钧瓷杯，我一会儿给您拿来。嗯，坐。特派员，我们朱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但是在苏州城里边也还是有些声望，家里挺多好东西的。您要是喜欢，我倾其所有全都给您。您来的这么匆忙，肯定没住处了。我还有一座三进三出的院子，一并送给您。哎，这真事儿，我那房契就在床头柜底下那个砖缝里边呢。这朱老弟，哎，看来
这些年你这个警察局长是没白当啊。您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在苏州这个地方我还是比较熟悉的，您要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我必效犬马之劳，以求将功赎罪。犬马之劳？哦，好，那我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是，我朱立文以后唯您马首是瞻。信得过你。郝队长，嗯，怎么是你？没想到咱俩成同事了吧？都说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我这还不到半天呢。看来我朱立文是命不该绝呀。哼，朱立文，你别嚣张，给我等着。朱立文的事你知道了？淡定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那你就同意了？哼，同意？我同不同意有什么用啊？人家说了，这叫物尽其才。朱立文是前任警察局局长，对苏州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。再说了，哎，他要是把这事儿做成了，那也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儿。我们要何乐而不为呢？朱立文可是个大汉奸呀，他当初给日本人做了多少坏事儿？给他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，他这事儿要是做成了，我们是有功劳的；可他这事儿要是做砸了，我们就杀他个万罪归一。苏州老百姓可对他是恨之入骨啊，让他做这警署帮办，我们怎么服众？我们怎么跟警局的弟兄们交代呀？你就别狗拿耗子了，自然有特派员照应，我们呢也就静观其变吧。呸！什么特派员，忠奸不分，是非不明啊！放肆！你忘了，他可是戴老板的亲信，你这么说，小蜜你是不想要了。爸，我这身新行头怎么样啊？别乱叫啊，掂量掂量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再开口。在这儿啊，没你爸。日本人倒台了，我九死一生，现在我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的警察和受了重用，真要换成别人早就成枪下鬼了。朱立文呐，朱立文，做人得知道廉耻。哦，你先是投靠日本人，卖国求荣，当了汉奸，为虎作伥，你残害了多少自己的同胞啊！啊，国民政府接管了苏州，你贿赂胡炳麟，捡回了一条小命，现在你又帮着他排除异己，搜刮民财，继续残害自己的同胞，残害抗日壮士啊！你，我不这么做，我不也得死吗？我不能死，我得留着给您传宗接代啊！哼，你要是为国捐躯啊，我这心里会心疼，但是我骄傲。可你现在这么活着，我比死了还要难受，你这么活着，那就是丢祖宗的脸。好，
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把话挑明了啊。不管你今后欢迎或者是不欢迎，我还是得搬回来住，因为我是朱家的二少爷。从今往后，我说什么就做什么，您想看着就在这住下去，不想看躲远点。你还想继续作恶是吧？这叫作恶呀。不管什么政府什么世道，你能混出来，混得风生水起，这叫真本事。屁话。朱立文，苍天有眼，你会遭报应的，我告诉你。是，我管不了你啊，我眼不见心不烦，你要是进来住，我走，我现在就搬回乡下老屋去。朱立文，我不允许你再踏进老屋半步。朱家没你这样的后代，你别给祖宗丢脸。混账。这个朱立文仗着自己会说日本话，想装成小鬼子蒙混过关，可惜老天有眼，没让他给跑掉。这个朱立文早就该被绳之以法了。还有那个古多，他也躲不了几天，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的。少东家，不好了，朱立文带人闯进来了。什么？朱立文？你们干什么呀？住手！干什么呀？你还有这个？你们要干什么呀？朱立文，方老板，又见面了啊！当初你对我格外照顾，兄弟莫齿难忘。今天我特意带我的兄弟来给你捧捧场啊。看来是又找着靠山了，你的本事真不小啊。哎，方老板过奖了，鄙人现在是胡特派员钦定的警署帮办。那你来我店里干什么？胡特派员吩咐过，你这家珠宝店和大汉奸梁夫人过往甚密，所以必须查封。我今天就是来接收这处逆产。你这个大汉奸还接收逆产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就算是接收逆产，也有一套相关的程序，岂容你说查就查，说抄就抄？朱立文，你想公报私仇啊？对了，我就是要公报私仇。我当初苦苦哀求你的时候，你动过半点恻隐之心吗？你把事做绝了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今天我就是要当着你的面抄你的店。继续，都给我搬走。是是是。胡特派员，那本店被洗劫一空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？您作为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，不会坐视不管吧？什么人这么大胆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强抢商户？就是您新任的警署帮办朱立文。朱立文这小子，我让他去清查汉奸逆产，他倒好，搅扰百姓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对他严厉处分。好，那我什么时候能取回被洗劫的珠宝呢？哎呀，方老板，你这么财大气粗的，还在乎这点小钱吗？可那都是我的财产，在乎不在乎似乎也是我自己的事情。但现在
恐怕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吧？那胡特派员的意思是，我这些财产就这么无辜被霸占了？生意场上有四个字，叫破财免灾，方老板应该明白吧？哎，我听说你给梁夫人曾经送过一座珍珠塔，那可是无价之宝啊！啊，就冲着这一点，也应该算是罕见了吧？这就罕见了。那多少人得当汉奸呢？那不过是那个时期的礼尚往来而已，谁没干过？更何况那是个赝品，是方某自己做的。那真的呢？那传世之宝，我怎么知道它在哪儿？方老板，就算这个假的珍珠塔是你亲手做的，但是你跟大汉奸的夫人有私交，这是事实吧？不定你个汉奸的罪名已经算是本特派员宽大为怀了。哼，朱立文收缴的珠宝全部充公，你呀，还是好自为之吧。好，告辞。看来这趟是白跑了。自家店面被砸，不去抗议，反倒不正常，惹人怀疑。再者，我也正好去会会那个特派员，这么一看，果然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无耻混蛋。也是，难怪他会重用朱立文这个大汉奸。这个胡炳林非常贪财，朱立文给了他不少好处，否则也当不到这个队长。胡炳林竟然会向我提出想要珍珠塔，那你准备怎么办？跟他们周旋到底，我一定要想办法除掉朱立文、顾多这两个狗东西。好，我留下来帮你。不行，你明天一早必须离开苏州。不行，我跟董部长说过，无论有多危险，哪怕是流血牺牲，我都要留下来陪你。这是命令。我不。好，那你先帮我完成个任务。你说。我们店里最值钱的珠宝都在这个箱子里。苏州城变得这么乱，我想我们的店迟早也要被他们霸占，这些稀世珍宝绝不能落到这帮混蛋手里。我决定全部上交组织，明天一早你帮我送到顾三那儿。闹了半天你还是让我走？这个时候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。好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特派员，来了。啊，您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？啊，还行吧。哦。啊，小朱啊，哎，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就是这个事儿。啊，坐坐坐，啊，走。哎。我说小朱啊，哎，为了给你这个头衔，本特派员可是顶着不少压力。明白，立文心里明白得很。要不说特派员，您就是立文的再生父母呢。我这辈子肝脑涂地为您效劳。哎，你也不用客气啊。这个
马是什么寓意啊？这匹马寓意可大了。您看，这马上面落了一个萤火虫，啊，美其名曰“马上萤”，就是说您的。马上萤。对。好彩头啊！好彩头，好彩头。嗯。不错。嗯，唐佩元，您有所不知啊，其实苏州城里边最大的宝贝是珍珠塔，陈如歌大小姐的嫁妆。我们朱家和陈家是世交，我和陈如歌呢还差点结了婚，那谁知道中间就出来个方圆，把这事儿给搅黄了。要不然那珍珠塔现在早就是我的了。啊，不，早就是您的了。你说的也是，我看这个方圆啊，他就是奔着珍珠塔去，他就是奔这个去的。所以今天我查抄他的珠宝店，就是为了找珍珠塔。可方圆说，他都不知道珍珠塔在哪儿。那不是他说的吗？鬼得很，这着实不好对付的。不过也没事，这方圆呢，他就是个商人啊，你放心大胆的去干，有什么事儿我给你担着。行，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踏实多了。您放心，我马上就去查珍珠塔，珍珠塔一到我立马给您送过来。嗯，那我就看你这个猪帮办的能耐了啊。您放心。哎呀，马上赢。少东家，我不在，你一个人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朱立文他们就是冲着我们来的。放心吧，我跟他们没完。到了横塘交通站，请示上级最新指示，沿途多加小心。我知道了。去吧。怎么？窝在洞里的老鼠终于待不住了。我看你是昏头了吧，敢这么跟古爷说话，你就是个吃白饭的东西。我吃了你一口吃食，你天天说天天说。我跟朱立文的时候，他好歹把我当个女人，我跟着你吃不好穿不好。我看呀，你压根就不如朱立文。你他娘的算个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跟古爷说话，还当陈家三小姐呢？啊，当初朱立文一脚把你踹了的时候，还记得是怎么爬着来求古爷的吗？呸，我当时瞎了眼，我跟谁都比跟你强。再他娘的废话，老子把你卖到窑子里，信不信？古爷这辈子最在乎两件事，一是珍珠塔，二是二小姐。不想跟着我，趁早滚蛋。
现在我做了警察，我要保护你们一辈子。局座让你马上回到局里去。什么事儿？不要命了你？你怎么还没死？你离我远点！古多，你疯了吧？你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！别以为我爱你，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跟你们一起走。你和我一起走太危险了。我苏婉这一辈子绝对不只是这样。花园，这么晚来找我，什么意思？你方圆是什么人啊？我和徐大夫、刘胡安是一样的人，我们都是共产党人。你说，这影子杀手该会是谁呢？这珍珠塔是在方圆手里。当年方圆送给梁夫人一座假的珍珠塔。您说，要是没有真的珍珠塔，方圆哪有那天大的本事，造出一件假的来呢？记忆犹新，那天你披着大雨，我多么想让你来我怀中躲避。纪念光景，看尽了残垣断壁，梦里花开，那是你种的春季。风霜相提，长云淡去，流泪刻骨铭心。在掌心。